正确佩戴口罩，提前出示健康码、行程码，测量体温，排队有序进场进行备妥。顾客不了疫情期间。我们那点儿卫生。一会儿。朝阳街区，请戴好口罩。出示健康码、行程码、体温检测，谢谢合作。记住，朝阳街区，请戴好口罩，出示健康码、行程码、体温检测，谢谢合作。记住，朝阳街区，请戴好口罩，出示健康码、行程码、体温检测，谢谢合作。 健康码、行程码、体温检测，谢谢您的配合。尊敬的六位乘客朋友，为做好防疫工作，进入朝阳街区，请正确佩戴口罩，配合防疫人员查验健康码、行程码、体温检测，谢谢您的配合。 珊珊就是够啥呀？来来，那个。现成的东西哪有盐？这有孜然面，有辣椒面，没有盐。有盐我也给你撒点了。一次包饭，盐菜梅子，外头盐菜梅子吧，盐菜炒豆腐。 甜甜妹子，才一份正宗长沙臭豆腐哈。您是新的2021年曾经上过台湾电视台，得到网友的一致好评。从此一夜之间，前格谈到一种知识结构，大概是。现在有这么多方法，那么。把幸福和团圆变成船，没有愁来没有烦。跳，这样这么一招10%就胜利过打的，后几年都卖飞飞。上广场里就没了。你说奶奶是亲戚，斗地都没有敢穿，你又穿了。谁上广场里看？别别别！我马上走，别别！我都走。我不停。没事，过来要两个。真是，我以为这个我是送给你们的。什么样都有。 连饭进口就挺好了。头天去了就中午了，第二天中午的票往后订，陪一下午再会。他们人呢？这不干了呀！是吧？那到后那儿放吧。再来一次吧。啊四重街又不是也太远的地方去了啊！最起码是东西，你哪一个男人会喜欢你？这儿一样，我走吧，都哪儿不走。 打包了吗？朋友们，从路过农业村落，夜口号干净又卫生，是小时候的味道呀。好吃的爆米花，多加烤肉、云醋粉、正宗东北生酥炒毛蛋登陆此地了。现在不用去东北，就能吃上正宗东北香酥烤毛蛋了。东北香酥烤毛蛋是采用最新鲜的毛蛋，现做现卖。适合正宗老北京雪梨汤，健康生活新选择，欢迎大家前来品尝选购。老北京雪梨汤，老店煮出好味道，天然休闲无添加，清甜爽口更美味。怕上火就喝正宗老北京雪梨汤，健康生活新选择，欢迎大家前来品尝选购。我拿鸡蛋水啊，这个营养健康水。 老北京雪梨汤，老店煮出好味道，天然休闲无添加，清甜爽口更美味。怕上火就喝正宗老北京雪梨汤，健康生活新选择，欢迎大家前来品尝选购。4块钱。 是我要品尝正宗烤毛蛋了。东北香酥烤毛蛋是采用最新鲜的毛蛋，现做现卖，干净卫生，营养健康。我们做的香酥烤毛蛋，再配上各种酱料，吃着香烤毛蛋回味无穷。地方烤鸡的半米花，多加糖和奶油，大桶18，小桶10元，好吃又便宜。来一来，看一看，又棒又香的电烤肠，好吃的电烤串，喷香的电烤猪肉大串。 老徐海鲜电烤串，纯鲜肉制作，冷鲜保存，采用独家秘方腌制，口味独特，口感融入鲜香，好吃不腻。贴上去。你说北本里啊？啊。没有钱可多了，永远都不一样。现在哈，这个动的哈，就他这是排风的那点儿。看往远处看，往远地方看。体温正常。十。快吧。体温正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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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就行了。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我怕烫啊。圆了，一下打那么大，一下打那么大。你从前面走吧。我不能去。啊，不然就甩出去了。来，能，你赶快，你过去走吧。啊，你走，你走。为了你，我也得坚持。那么会演吗？找来这个找的，找他妈红找。啊，对了，进去弄。弄美颜干什么？弄美颜。干就是吃饭。那瓦房干啥？这盖房子呀。